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女人哭，我若问你，你就答：无需多余的话。我是把狐狸肉索妖塔里了。这帝君为何仙法如此妖异？竟然是赤红色。区区镇塔妖，也敢在本帝君面前放肆？ 这么流这么多血，怕是没救了吧？老糊涂错了，小帝君身上的血是帝君的。帝君受了重伤？啊，这天下还有谁能伤得了帝君呢？帝君前几日为了救小帝姬，费了不少法力，今日又将锁妖塔的镇塔妖斩杀。
姑姑呢？我想找她谈一些事情。姑姑不在青丘了。姑姑她怎么出去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先回去，慢慢再告诉你。 我记起来了，姑姑可否跟你说过什么？姑姑与秦苍一场大战之后，直到今日都不见踪影呢。什么？我在天上，怎么从来都没人跟我说过？小殿下，你别急，胡帝和折颜上神说，看星象，姑姑好着呢。只是不知道人去哪儿了。你也知道姑姑的性子，说不定在哪逍遥呢。哦，难道也是？ 因姑姑和太子夜华有婚约，怕惊动天族，把失踪这件事儿搞得四海八荒人尽皆知，所以折颜上神让我们不要说出去。嗯，那绍兴抢了姑姑的姻缘，就没有人教训他吗？谁还管得了小蛙蛇呀？不行，我要替姑姑出气。之前我在天宫想要教训的，被帝君拦住了。 今日可再没人拦我了。哎，小殿下，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？你刚才才失魂落魄的回来，现在怎么又要去寻仇了？我就是想要找点事情做，暂时忘掉帝君。你就让我去吧，好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殿下？一副要哭的样子。我怎么会哭呢？我是要去给姑姑教训奴婢，怎么会哭？ 小殿下当初在天宫就为难过一次绍兴，本君念你是青丘的人，让过不？为何今日又来惹事？像他这种做出背叛恩人的事情，骂一次怎么够啊？你不要欺人太甚！君上息怒。你当初在天宫就让过他一次，难道今日还要让他再羞辱一次吗？ 这些都是绍兴该受的。小殿下来得巧，我正要拿着这扇子到青丘，去向姑姑请罪。请罪？你没在骗我？我是姑姑的人，做了背叛姑姑的事，自然是要请罪的。 今日恰巧小殿下来，我就跟你走一趟，也算为这件事情做个了结。你要跟我回狐狸洞？不错，现在就去。不对啊，姑姑现在不在青丘，四海八荒没人知道，不能让这小八蛇去。我来只是想骂他解气。 可万万不能因此坏事。你不用去请罪了，姑姑她说过不想见到你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。虽然姑姑不想见你，但破云扇还是姑姑的，你还是要还给姑姑。小殿下，请收好，绍兴不敢占为己有。 虽说你背叛姑姑，我不该原谅你，但是自从你离开之后，的确没有跟外人讲过青丘的事情。况且今日你还主动把破云扇还给我，在我白凤九这一关，勉强算你过了。青丘的事，小殿下说的，可是炎华洞中人。不错，小殿下请放心。 绍兴一生都会守口如瓶，希望你能够记住自己说的话。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那我就放心了。
那这破云山我就收下了。不过姑姑能不能原谅你，我就不能做主了。少卿明白。